哎，大家好啊啊！我是你们朋友大野猫。刚才呢，在推特上看了一些新闻，结果呢，就有一条呢，就就把我眼睛给那个吸引住了啊。我们的尼加拉瓜的奥特加总统啊，给那个太爷的民主峰会献了大礼啊！献了什么大礼呢？尼加拉瓜宣布呢，与这个台湾啊，台湾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啊。 然后呢，我特意的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呃 TVBS 电视台这个上面去看了看了看，哎，果真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台湾这边呢，现在还是据说啊，又据说啊，据说这个尼加拉瓜准备跟这个台北准备掰掉了，然后宣布承认，呃，一个中国是北京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是它是这么这么这么来的啊。 然后台湾这边说了，如果这个事儿属实啊，如果这个事儿属实的话呢，他就将断绝跟尼加拉瓜的一切经贸经贸呃也一切合作援助，然后呢跟他的外交关系就包括撤馆大使馆撤出去。那这个里边呢，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那你,你说你台湾不想那个不想那啥吗？对不对？在世界上想有一席之地吗？那你说这不这不是那什么？你不是成天那个觉得自己？ 觉得那个，比如说这一四五零，怎么觉得自己很牛掰呀、啊？怎么着啊？你不是说那个美国承认的一个中国，那是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不对？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台湾吗？他，你不是经常宣传这些东西吗？那现在尼加拉瓜这个这有这个例子，那你为什么还那啥呢？对不对？所以这点上啊，我还是觉得。 呃，我们的小蔡同学呢，还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挺棒的啊。人家小蔡同学不，不管怎么着，人家说了，得了支持不冒进，哎，这点呢，我大野猫呢给小蔡同学点一个非常大的赞啊，点一个非常大的赞。你你们这些很多人呢、啊，别成天说他那个什么，说他那个学术是假的呀，那个学历是假的呀，没什么意思，知道吧？没什么意思。你看人家。 人家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呢，相对来说呢是还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呢是值得肯定的，对吧？但是呢这尼加拉瓜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其是太爷在那个华盛顿举举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峰会，哎，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这个新闻，那这个事儿可不小啊，对不对？这个事儿可不小，这等于什么？呃，等于就是说在太爷脸上吐吐嘛，可不是咋的？ 还是扇太阳一耳光啊，对不对？这个新闻不，如果他在平常的时候宣宣布这个，说我跟台北断了，然后呢，我承认北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这这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他给他给你来这么一下子，哎，这就可以那什么了，咱就可以讲一讲它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尼加拉瓜是个什么国家？尼加拉瓜是一个什么国家？尼加拉瓜跟 那几个中美洲国家差不多，什么危地马马拉呀、洪都拉斯啊、萨尔瓦多呀、哥斯达黎加呀、巴拿马呀，这都属于那类的。这些这些国家统称为中美洲那几个嘛，对不对？都是那种被这个联曾经被联合国品公司就是 United Fruit Company 反复盘剥的香蕉共和国。在这些国家里呢，它这个社会结构呢都有一个特例，都有一个定力。这个定力是什么呢？ 你这个肤色如果越白，你这个社会地位越高；你这个肤色如果越深，你这个社会地位就越低。就是说，他这个财富再分配的完完全全就是说，这他他沿袭了整个这个殖民主义时期所产生的这种产生这种种植园的这这个呃经济结构，同时呢。 它这个东西延续到了工延续到了工业时代呢，形成了这种非常泾渭分明的阶阶阶层关系，所体现的，就是以种族、以肤色所体现的再分配的这种这种结构。所以尼加拉瓜呢，这种这这个情况就是说，它现在它曾的尼加拉瓜跟这些中美洲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呢，曾经也是香蕉共和国，然后呢。 被这个联合国品公司托管，然后联合国品公司呢扶持一个那什么，扶持一个，你说他亲美的政府也好，还是亲联合国品公司政府也好，然后呢一个家族在统治，然后呢延续他们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尼加拉瓜的利益，这个利益当然是联合国品公司、联合国品公司的利益，也是美国的利益，跟本地人呢没什么关系，本地人没什么关系。然后呢，美国呢？ 在这个中美洲所实施的政策，那基本上就是高压统治，基本就是高压统治。如果出现左翼政权的这个抬头，那么基本上的下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九五一年的阿尔本斯政府就遭到了 CIA 的这个什么，遭到了 CIA 的这种策反，结果阿尔本斯政府倒台，在在政变中倒台，上来的是军政府。 上了这个军政府，然后还被美国承认为民主政府，所以这就这就很有意思。那你说你美国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美国这民主是为了你你你所宣传的能给当地人带来富裕，能给当地人带来发展呢？还是你所谓这个民主是来维护你自己的利益的民主？那这个东西是有待考证的嘛，对不对？也是有待商榷的嘛，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需要大家呢去去那什么，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那个能力，好好的去学一学这段历史，看一看，就是说美国所宣传的民主到底是什么？就这这个、这种民主，它如果没有监督的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尼加拉瓜呢，跟这些香蕉共和国也是共命运。在这个就现在这个总统奥特加，那这个人，这个人呢，也是可以讲一讲的。 奥特加呢是啥？是谁呀、啊？卡斯特罗的学生，卡斯特罗的学生，他呢，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一九七九年的时候通过大选，他的这个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就是就是那什么，就是桑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基督教左翼联盟，Christian Left，基督教左翼联盟。 他还真不是所谓的这种，就是卡斯特罗的那种卡斯特罗主义的这种革命派。卡斯特罗最开始也没有走，也没有想走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他是这个基督教左翼联盟大选上台，大选上台推翻了推翻了什么呢？索莫查政府，索莫查政府四十三年，索莫查家族四十三年的这种极右翼的腐败加恐怖统治。 这个奥特加在一九七九年那时候他很年轻啊，那时候他很年轻啊。他上台的时候，奥特加上台了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教育改革，然后呢，普及这种识字率，下放这个下放大量的这这财务，然后呢，提高这个什么，提高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这个医疗水平。那当然了，你做了这些事儿，你动了很多动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结果呢，就出现了什么呢？就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所谓的专制独裁问题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就都出来了。然后国际媒体呢又接着来大肆的宣传，它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其实你这里边你不难发现，无论是一九五一年危地马拉的阿尔本斯政权，一九五八年的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以及一九七一年的阿阿智利的阿连德政权，还是一九一九八零年的。 奥特加政权，它都有一个共命运，就是什么呢？在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地，其实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在拉丁美洲是尤为显现的。你这个政府，无论你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只要你亲美，只要你维护美国的利益，那美国就接纳你。如果你不的，那对不起，那对不起，一大堆事儿就来了。右翼的政府也不能幸免。一九八九年。 在那个哪儿，在这个巴拿马，巴拿马这个诺列加，诺列加不就是不听美国的吗？不听美国的什么结果？不听美国的，美国直接美军直接开过去了，把他政府推翻啊！诺列加可不是不是什么左翼政府、啊，对不对？那好了，这个尼加拉瓜这个事儿呢，咱就怎么说呢？咱就接接着聊啊，接着聊。这是、个、谁？奥特加上台之后，第一次上台之后，美国呢就是。 如芒如如芒在背嘛，对不对？这时候是里根政府，美林宗里根时代嘛。美林宗里根时代出的一个出的一趟事儿，就是伊朗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其实就跟这个跟这个奥特加这个政府是有关系的。这个奥特加政府呢，当时的执政呢，它不是不是太稳固。国内呢有尼加拉瓜的丛林部队，尼加拉瓜的丛林部队叫 Contra，它的丛林部队呢是一支反政府武装。 应该是美国 CIA 扶植起来的反政府武装，然后里根呢，在一九八三年开始通过地下渠道来支持这个反政府武装。怎么支持呢？里根通过跟这时候这时候伊朗和伊拉克在打在打这个两伊战争，里根通过卖给伊朗武器，然后从伊朗赚到的钱，用这个钱去支持尼加拉瓜的这个 Contra。这个事儿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被曝光，被曝光了之后。 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调查，然后里根因为这个事儿还认错了，因为这个事儿还认错了。然后这个事儿跟一九七三年一九一九七三年尼克松那个水门事件是有一拼的，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伊朗门事件，这是非常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你通过私下渠道跟几个你认为是为敌的国家，那伊朗不是叫美国制裁吗？在这个时候，里根还在通过这个私下的渠道给伊朗卖武器。 然后搞这些、搞这些、搞这些事儿，然后他说：“那你、那你这是腐败的行为，那你这是腐败的行为。”那这里面呢有小插曲，就是尼加拉瓜这个丛林部队啊，叫 Contra，Contra 是什么东西？啊？一九八五年，NES 就是红白机嘛，日本的这个 NES 有一个有一个小游戏叫《魂斗罗》，魂斗罗的背景就是这个尼加拉瓜的丛林军 Contra，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了。 奥特加政府呢，也没也没那个能持续政能能持续执政，然后呢，在一九九零年呢就下台了。他在一九九零年下台了之后，长达十六年的反对党身份，到二零零七年重新大选上任。二零零二零零七年重新大选上任，然后连续四届，他连续四届当选：二零一三、二零一七、二零二一。 尤其是这一次第四届大选，他又当又成功的当选了总统之后，美国和欧盟宣布不支持他的那什么，宣布不支持他的政府，不承认他的大选，认为他的大选舞弊，认为他这个大选是假民主。然后尼加拉瓜还出现了大量的人权问题。这一次民主峰会，这次民主峰会也没有去支持这个尼加拉瓜，也没有邀请他，所以呢。 在这么多事情的加持之下，尼加拉瓜总统奥特加就决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与台湾断交，然后呢与北京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什么？在美国举办民主峰会的时候，尼加拉瓜给美国的民主峰会、拜登政府的民主峰会献了大礼，就是这么一种解释。 那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尼加拉瓜跟台湾断交这个事儿，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大王认为这个事儿是小事儿，这个、事儿是小事儿，但是这个事儿的象征性意义是非常强的。他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美国在尤其在中美洲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他这块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给了个什么强烈的信号？最近，最近什么？最近他的这个邻国洪都拉斯不是刚刚选上了一个左翼的政府吗？啊！别看洪都拉斯这块说他是暂时不跟台湾断交，对不对？尼加拉瓜刚做出榜样来，洪都拉斯这一次也民主峰会，人家也没请他。洪都拉斯这次是不是想一想，要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儿啊？ 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它说明了美国在拉丁美洲那是不得人心的，尤其是美国在这个，这是什么，在这个中美洲那更是不得人心的。中美洲、中美洲这几个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这几个国家，基本上是毒品泛滥、贫富差距巨大、流民四起。 美国有美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实力在这地方搞建设？当然有，但是美国是选择性的无视。他认为这个地方可以随意的压榨，根本就不需要管当地人民的死活。你不去管这些东西，发生什么事儿了？现在这些大量的流民经过墨西哥，就直奔美墨边境，准备闯入美，闯闯闯，通过美墨边境闯入美国，成为美国的黑户。美国常年的难民危机。 美国常年难常年的难民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政策，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所造成所造成的，等于说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这个事儿，美国也不是说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二零一八年德州德州的这个参议员选举，民主党的 Beto o r o c k 他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他说美国应该大量的在中美洲搞基础设施建设，在中美洲进行大量的投资，投资什么呢？ 把衣帽鞋袜这些乱七八糟事儿都投到那块儿，都投到那块儿，然后呢，给当地人创造机会，当地人有了机会之后，他就不就他就不是不去美国了吗？美国这个难民危机也就迎刃而解。同时呢，美国对亚洲某个他认为啊的大国的依赖也会减小。这个东西现在开始投，长期长期长期的去投资，二三十年是必然见成效。 但是当时没有人去听他的，没有人去听他的，然后继续延续这种所谓的不理、不理会、不理睬的政策。好了，你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搞这种不理睬、不理会的政策，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巴拿马决定跟台湾断交，尼加拉瓜决定跟台湾断交。 萨尔瓦多决定跟台湾断交，下一个是谁呀、啊？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不是洪都拉斯？下一个是不是洪都拉斯？再下一个呢？再下一个是危地马拉？自己想一想吧。美国尼加拉瓜今天跟台湾断交，再一次证明了。 这个是美国在这块政策的全面失败。你本来有这个能力在当在当地进行建设，在当地进行投资，改善当地人的生生生活质量，给当地人更多的机会。但是你选择性的不去做，那对不起，现在时代变了，你选择性的不去做的结果，就是有这个能力的某个东方大国就会来这儿帮你，这这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完成你应该没完成的东西。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失去了你的影响。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地方是美国，这是,是你美国的后院啊！你美国的后院自己都看不住，自己都看不住，自己都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去看看守。那么，你美国失去了在当地的影响力，也成了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会。 一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下一个是不是洪都拉斯，看看危地马拉有什么动向，等以后有动向咱们再解释，咱们再解说。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喜欢我节目的呢，点赞、评论、转发；没订阅大野猫节目的呢，请订阅一下，谢谢大家。